在浙江宁波，日前还举行了第二届海峡杯浙台青少年棒垒球公开赛宁波站的赛事。来自海峡两岸200多名棒垒球运动员汇聚宁波海曙，在赛场上同场竞技，以球会友。本次比赛共吸引了11支球队报名参赛，涵盖 U8、U10、U12、U15 四个级别。比赛现场，小球员们专注地接球、传球、击球、跑垒，你攻我守，异常激烈。两岸青少年切磋球技，增进友谊，也深化了浙台两地青少年的体育文化交流。